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美国中文电视中文厨房，品味经典，感受中华美食，舌尖之旅，让您的味蕾尽情绽放。哎，大姐啊，哎，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再次来到了我们中文厨房的演播大厅。不客气，我也挺高兴的和大家一起分享我们的美食。哎，是啊，上一次啊，你给大家分享了一道羊肉汤烧饼。哎，效果非常好，大家在家做了觉得暖心又暖胃，非常好吃。今天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带来的又是哪一道美味佳肴呢？我今天带来的是我们青岛传统的小吃鸡汤小馄饨。鸡汤小馄饨，是的。好，怎么样，咱们大家准备好了没有？赶紧学起来。好的。大姐，说起馄饨呀，事实上全国各地啊，哪里都有做馄饨，只是方法不一样。是是是。那咱们青岛的馄饨的特色是什么呀？是我们青岛的特色，实际我今天做的这个是传统的。传统的。哎，馄饨是现在有什么海鲜的啦，什么鱼什么馅儿都有啊。这一次是我们传统就是肉的。哦，肉的。哎，但是馄饨嘛，它主要的关键是在汤料上。哦，在汤料上。哎，这个汤。鸡汤很重要哦，也就俗话说，馄饨在汤，饺子在料，蘸料。对对对，蘸料，对对对。哎，好，哎，观众朋友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咱们赶紧学起来。这是一只，是那个老鸡啊，老鸡，老鸡吧，它主要是炖汤嘛。哦，这个也是要焯水的，这个也焯水哈。对，都要给它。这个都不要了，都不要了。嗯，明白了。嗯，你还哎，这还真学了。我在家只把那清洗干净之后，直接一头全放进去。啊、哦，不行，明白了。要不它煮的那个汤那么浑嘛、哦，是吧？边边角角都拿出来。这个肥油都不要它哈、哦。哎，这个馄饨呀，它在青岛了，它也属于早餐。早餐，哦、午餐也可以，哦、晚餐也可以，哎，也可以，宵夜更受欢迎。哦，他们现在给它起了个外号叫野馄饨，野馄饨，都是半夜都出去起来喝野馄饨。野馄饨，哎、哦，美国现在一些年轻人从大陆来也是，哎，有没有那种野馄饨？哦、是就是夜间的 啊，夜间的馄饨。哎，对，嗯，他喝完酒之后特别兴奋。哎，对了，喝碗汤，或者早晨起来上班早餐也是喝一碗热馄饨啊，热乎乎的，哎，就上班了。哎，对对对、嗯，我知道羊肉是凉水焯，那鸡呢属于鸡这个水开了才是水开了才开哦，明白了，哎，没关系、嗯。好，我们把火开开，出来把它煮出来，然后冒下来以后，然后用清水洗干净，清水洗干净，啊、它的汤出来就很鲜亮透明，对，透明的，对、嗯、对。这会儿把它冒进去，放进去，冒的时候放不盖不盖盖？盖盖上啊，盖它、嗯。现在好了哈，好了，看看飞鼠，开锅了，哇，开了开了，哎呀，好嘞。好，先把它捞出来。捞出来，捞出来就洗一洗。捞出来是凉水的菌香。哦，好嘞，凉水洗一洗，好嘞。好了，好，哎、小红，你看、哎、刚才冒完了吧？对、哎、呀。再用凉水把它冲干净了。嗯。现在再放在砂锅上。好嘞，哎呦，砂锅也开了。哎、嗯。这里边什么都不要放吗？什么不用放？哦，就光是、盖好盖儿就。哦，真学会了。慢慢的，就是老鸡。我们在家。老鸡吧，最主要是喝它的汤。嗯。所以它炖出来的汤呢，就是很清的。哦。哎，我在家会放很多东西，全错了吧？没有，它是煲小馄饨嘛。哦、你要是鸡汤呢，肯定要放很多东西。哦。你是用做馄饨的汤。哦。馄饨汤就是清鸡汤。哎、对，就这样。明白了。OK。好，雪红，所以现在鸡汤煮好了、哎、是吧？鸡汤在炖着呢。啊，在这慢慢炖，这是老鸡，哎、慢慢炖的。它老鸡炖出那个汤啊，它很清啊。哦，那需要大约需要在家炖多长时间？这个啊，最、哦、起码一个半小时。一个半小时，嗯、那就让它慢慢炖。它就要慢慢炖，再开始来弄肉馅下一步。我发现你真是传统的啊，特实在。是、啊。就切一点葱，全是肉啊。这是爱吃肉的这个馄饨，原则上是全是肉的，哦、葱就领领路行了。领领路，其实葱领领路。嗯，对。嗯，天哪，就这么点就够了。就够了，够了、哦，基本上就看不见。嗯，我这个再放点葱油、嗯，这个葱油啊，这个葱油就葱油，哎、哦，就特别强调一下。啊、哦，这是我们自己熬制的。自己熬制的。啊，里面有葱啊，有八角，有香叶，香叶，哎，有姜，有姜，有葱，都全部放在里面。哦哦。炒过，
一块熬的。哦，一块熬。大约得熬好它两个小时。哦哦，熬了以后，它这个这里面的味道就有那个大料味了。你可以闻一下。哦，好香。哎，对哈，这个就把它尝尝它。哦，明白了，这一看真的是酒店的味道。对，我们在家怎么也调不了这么好的味道。加点料酒，去那个猪腥味，去那个猪肉的腥味。加点鸡精。这个不要加酱油哈。哦，这个不加酱油，就出来看看就是捏上点汤啊，鲜就是很鲜的肉。嗯，放一点点咸盐。再打上个鸡蛋。打个鸡蛋，它这个肉就不柴，是滑的哈。哦，这就可以了。这就酒。这条馅儿真的是，五香粉呐，五香粉就不对了。哦，什么？它就带个五香粉呐，什么的。看来是都是画蛇添足的那种胡椒粉吧，你可以在汤里，出汤的时候可以放点胡椒粉哈，香菜末啦、胡椒粉啦、紫菜啦、榨菜啦那样吃。哦，对对对，就是肉里边就越简单，越保持它肉鲜的原味。你看它这个汤打上鸡蛋，它就很丝很润，要不那个肉太渣了。把肉馅放着来，等现在先再找面儿，好吧，准备包哈。好嘞，好。那么现在就开始包了，包呢，这个馄饨皮儿吧是买的。哦，是买的。哎，对，你知道吧？对，这馄饨皮儿跟饺子皮儿有什么不同呢？不同。哦。因为这个馄饨皮儿吧，它的淀粉比较多。哦，馄饨皮。你为什么吃起馄饨皮很滑的？滑溜滑溜。哎，滑溜。那个水饺皮也比它厚。哦，比它厚。哎，但是面粉为主。面粉，对对对，哈，以面为主，它是用淀粉为主，它的皮很薄。你看它呢，煮时间长了，它就粉了。哦。因为淀粉它不凝结的。哦，对对对对对对。哎，大姐，你一边包啊哈，哎，我就在想，我们那时候在家包馄饨都是自己擀。因为我们在20年前吧，我们在这个花旗这个地方这里，我们做馄饨皮也是自己做的。哦，20年前也是自己做。我们有那个压面机，很好的。因为做面包都有压面机，压薄了以后，那大面积的切，哎，就切。因为那会儿生意，那个时候移民还不是很多嘛，所以越来人越多了，做面包现在就直接用，直接用成品了。成品了。哎，对对。其实在家也可以都用成品，因为节省时间嘛。是是是。下了班没事干，哎这个、在家想吃个馄饨，你看。这里家口也不多，买一包是吧？一家人就够了。嗯。哎，你看包的时候吧，一定多蘸点水，它淀粉嘛。哦，淀粉。它见了风就干。哦，见风干。哎、还有个什么？这个小馄饨吧，一定要肉少。哦，肉少。哎，这是小馄饨，主要是喝它的吃它的皮儿，喝它的汤。对。哎，有这个特色。哎，大姐，我在你家店看哈，那个姐姐们都包的馄饨啊，你那是那么老大，那是什么馄饨、啊？那是荠菜馄饨。荠菜馄饨。荠菜菜肉馄饨，那个。哦他那个是上海人的口味，他那个馄饨吧，既可以煮汤也可以吃，也可以煎的，也可以煎的，哎，荠菜馄饨煎的也可以。但我是在你家那儿吃过，那馄饨那么老大个，对对对，几个就给吃饱了，对对对，一般一个5.8个，他们就觉得那就和一碗面一样，对，跟一碗面一样。哎，大姐啊，哎，我也好久没包馄饨了。我也手痒，你来教我一个。好嘞，来，好嘞，我来跟着你学。它这个皮儿吧，要沾点水，因为它太硬了。哎，来，我刚才不说了吗？淀粉太多哈，哎，沾点水，把它少一点馅儿哈。嗯，它吃馄饨呢。哦，一点点馅儿。嗯，卷起来哈。卷起来。使劲卷，使劲卷，卷卷起来。嗯，蘸这个呀。蘸一个水。哎，这样。然后就这样。哎，对了，也很棒的。嗯，也可以，哎，就这样哈。嗯，哎，这样，嗯，也不错。所以现在馄饨包好了啊，啊，这可以再做浇头。哦，浇头也很重要。你看这个馄饨这么简单，说，哎呀，鸡汤小馄饨。嗯。但是它的配头太多了，好麻烦的，对，是不是？对。现在得开始做咱的浇头了哈。从头学起，做浇头了。OK。好嘞。关键在浇头。关键在浇头。啊，那得先打一个鸡蛋了啊，然后把它浇。我把火打开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我淋一个鸡蛋饼。啊，淋个鸡蛋饼。放点鸡丝哈。哦。好嘞，锅给锅热了，大姐。好嘞，可以了哈。这个火是要把鸡蛋上这样打，它
鸡蛋要转转圈儿，要转圈。这就是常说的摊个鸡蛋饼。哎，摊鸡蛋饼，切个丝丝哈。这个火吧，不要糊了它，只要能挺住就行了。OK。然后呢，再凉一下。凉一下。把这个水打开。水打开。打开要下馄饨。下让这个锅哈。哎，就用这个锅下就行。这水在烧着，你那儿就做，那个鸡蛋饼。这个鸡蛋饼好了吧？把它装，起这样。哦，就做这个，这就是浇头的鸡蛋丝。浇头，对对对，那个馄饨，馄饨要丝哈，切细点哈。切细点。为我们准备的香菜啊，香菜放一点哈。香菜。得一点榨菜。这是榨菜啊，榨菜要切碎哈。切碎了它。紫菜。你看这个汤多好，是吧？这就是老鸡煮的汤，汤永远是清的。老鸡煮的汤就是这样的。哎，对哈，太漂亮了。哎，开了。哎，水开了。哎，我小心要被烫了哈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可以。往前推。往前都用。下的时候叫它水宽它一点。水宽一点。哎，你不要叫它馄饨都比汤多，那就不好弄了。对，盖上盖。这馄饨要煮几分钟呢？这个很快哈。三分钟。三分钟就好，因为它的馅儿不大嘛。那中间需要点一下，等一下点，点一下哈。来，我来。好，小红，你看，叫它慢火开着。对对，好，先放点料哈。对，料，放点鸡精哈。放点鸡，加一点胡椒粉，加点胡椒粉，因为它鸡汤有点腻嘛。用这个点一下哈，点一下就行。哎，对，哎，放点那个鸡丝，鸡蛋皮，鸡蛋皮，再一点榨菜，把这味儿开。一点榨菜，一点行，它咸的，太咸了。香菜，香菜来一点。好，对，这个料放好了吧？啊，可以加汤了哈，加汤，加汤不要油，它的油上边儿。不要它的油，哎，一点油没有，可以。那把馄饨捞进去，就够了。再加点汤吗？汤少了吗？少吗？观众朋友们，今天的鸡汤小馄饨的做法你学会了吗？如果你想重复收看，请点击 sinovation.net， 即可上网搜索中文厨房青岛饭店篇在线查看，也可以直接到我们青岛饭店，我们的地址是缅街40-46，电话是92925822233。青岛饭店永远是我们值得信赖的后厨房。观众朋友们，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再见。